那脖子要不要我们看看？那时候就大吵大，闻着打巴掌，打巴掌，下流，变态，下流，你还不闻？西西，哦，这样西西，有听到？你现在进去展开我们的计划，预备开始。哎，凤凰哥，帮你打扰一下，这是我们记者西西，就是他有一些事情要，就是采访你，有关于节目的事情。好，好，你就先聊一下。我叫丰田。还是那些？还是那些？哇塞，这个记者，我也想被访。第一个问题是，我想问你，就是你内心对康哥有什么看法？哎呦，康哥，他人很好。嗯，他人，我觉得他人真的很好。你要分两方面，私底下跟工作上。都问，所以工作上面很好，那私底下呢？私底下有点烦。因为他家在管岛嘛，所以他一直炫耀，哎，破天你看那个游泳池，好像好像。你看我儿子，好像我，你看我地下室，是都一直炫耀，一直炫耀。我觉得你说这样会让你不开心吗？那这样他一直炫耀会让你不开心吗？因为我现在过得没有到很好，所以看到他过得很好的样子就很不爽。哦。而且他这一次过年请假请到一个半月，他在那边很爽。我在那我跟立冬都没有工作，赚不到钱，但还是康哥是很好的大哥。哦，老师还是把他当大哥。对对对对对对。你说他头到底大不大？那你觉得他头大不大？头大不大？这个要问吗？对对，这个他也知道吧？不大哎，对啊，不大。那我再问一下，下一个问题啊，就是，我知道男生私底下其实都会有他们自己内心的那一面，可能比较色。那因为你跟立冬蛮好的嘛，那我想问一下你，立冬他在私底下是不是跟节目上一样色？是啊。哎，哦，不是吧？我下，不是吧？我没有在那。我觉得。他的那个怎么讲好色型吗？是已经好色的部分是已经深入到他的细胞。就是有一次我跟他细胞吃饭啊，然后老板是一个阿嬷，他连阿嬷都要撩，真的就是看到女生就会撩的那种。哦，所以他的手背范围是8岁到80岁，零岁到100岁。哦，零岁到100岁，应该是就这么说。而且还有一次是那个啊，康哥请我们吃饭，就我跟立冬大家一起去吃饭之后，立冬什么他就什么收到讯息，有一个妹约他，然后他想要赶快走。哦，那时候就一直问，有点见色忘友，就一直这样走失眼色。然后我就用手机那怎么走，他说等一下有工作讲的，然后他说等一下有工作，怎么可能走？就是他真的，哎，康哥，我等一下有工作，我要走了，真就拉我。抱我一起走哦，真的哦，很贱，他很贱，渣男，渣男，丰田没事，不要乱讲。所以其实你们私底下的异性缘都很好，很多女生会来。他很好，因为他的应该是说他长得不好看，给女生会觉得安全感，安全感。对对对，如果帅的话会觉得。哎，会不会爱上他或是什么？有很多不会杂念，但是看到不好看的就觉得哎，好像比较安全，不会对你有什么，对对，很多会对你做坏事，对对对，他也不会啊。你这样我有点改观哎，因为我原本也是对就是帅的男生会有距离感，所以其实丑的男生也很危险。对啊，其实丑的男生，我是觉得丑的男生比较危险。你说你香水好香哦，什么味道？我可以闻闻看吗？你的香水很香哎，我可以闻看看是什么味道吗？可以啊。很好闻哎，脖子，啊，可以闻一下脖子吗？可以啊。很好闻哎，谢谢。细变态，这样你会害羞吗？这样你会害羞吗？会害羞。你说你要不要闻闻看我的味道？那你要不要闻看看我的味道？闻你的味道，爽什么？就是礼尚往来啊。好，那你闻什么？好，你说脖子呢？香。那脖子要不要我们看看？那时候就大吵大，闻着打巴掌，打巴掌，下流。变态。下流，你还不闻？不是，要说你很奇怪，我以为你是很君子。我以为你是很君子的。
那你主持国光之后，你有没有偷约与来宾私下见面的念头？打傻。讲实话，有人密过我，有人密过他，但是我本身就是偶像出身的。偶像出身？你是偶像出身吗？偶像出道。偶像出身。偶像从偶像偶像出身的。哦，对不起。偶像出道的，所以太主动的女生会怕。你刚刚那样做，只是我不稳，我感觉对你不礼貌，所以我觉得不好意思。你说要不要再吻一次？那你要再吻一次吗？你刚刚就打我了，我怎么敢？怎么敢？通过测试。通过测试，这什么记者？那你问他说，你在日本传说你有做过牛郎，你有做过吗？听说你在日本有做过牛郎，你真的有做过吗？屁！谁说的？没有。真的吗？但是有考虑过，但是酒量不好，所以就没有做。我是织女，你可以做我的牛郎吗？那我是织女，你可以做我的牛郎吗？不懂，不懂。你在学张立东是不是？没有，我想要让你再缓和一下，对不对？那你说，我问你一个私底下的事情。其实我蛮欣赏你，你可以给我电话吗？我想问你个私底下的问题，就是私底下的问题。其实我还蛮欣赏你的，就是从你就是在主持其他节目，我都有在关注你。那可不可以跟你，就是跟你交换 LINE 呢？交换 LINE？ 先问，那你是真的单身吗？哎，哥，我想先问一下，你是真的单身吗？单身啊，单身。那你之前那段感情，你之前那一段感情是，就是有被拍到那个，一直都好朋友，好朋友，有伤到你吗？有伤到你吗？没有，不会啊。你会哭？不会，他我们都一直都很好。你说他漂亮还是我漂亮？那你觉得他比较漂亮还是我比较漂亮？你比较漂亮。可是我不会跳舞。不会吧？可是我不会跳舞哎。跳舞。对啊，跳舞会不会跳舞？我觉得不重要。真的吗？嗯、那你说我们其实做记者也很辛苦啊。最近我真的辛苦不好，可以给我一个。就其实我们做记者蛮辛苦的，因为像我在做这行之后啊，我就是常常时间不固定，然后我就是也一直没有办法有一个稳定的对象，他们都会抱怨说我就没有花时间陪他们。那不知道你可不可以给我一个安慰的拥抱呢？你不是记者，不是通常都可以认识很多艺人吗？就那些都不是我真的喜欢的啊，对，那都是工作，但我是喜欢你。对对对，是哪一种喜欢？就是真的打从心里的喜欢。有点心动。有点心动。你看我衬衫都湿掉。你看我衬衫都湿掉了。我紧张，我紧拥抱是不是？因为我有点紧张。拥抱可以啊，拥抱可以。好，就是安慰的拥抱，没有别的意思。我们这样没有进一步的可能吗？所以我们这样没有进一步的可能吗？不要急吧。那你说我身上你觉得我哪里最漂亮？对。那你觉得我身上哪里最漂亮？开始跳。身上哪里最漂亮？还是站起来给你看。哇。好，OK， 我知道了。你说我其实会跳一点舞，你开始跳舞，都很漂亮。其实我也会跳一点舞啦，真的假的？对，就是我会跳那个《仙剑奇侠》的练舞，噔噔噔。啊，真的耶！奉田哥，不好意思，我们可以先上去录影了。好，好，这边请，这边好，谢谢。谢谢。哇，尿到一半，好尴尬。不录影，后面控制。怪，不是要怪我？什么意思？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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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
怎么了？我一直觉得我们感情很好。对啊，我们是铁三角。对啊，怎么了？我跟你分享，你说我炫耀，而且你是说很烦。我是跟你分，我别人都不知道这些事情，我都不给人家看照片。我刚刚的都你们看到，你有没有觉得？我真的觉得很烦。我没有跟你炫耀啊，没还好。什么叫我过很爽？怎么你都不能赚钱？那你怎么会这样讲呢？没有啦，这我还邀请你们去哎。对啊，又不会付钱，又不会付飞机的钱。哎，你刚闻他被打。对，我吓到。就是惩罚你，因为你表我啊，所以我下了个指令。啊，是你吓的啊，那就好。我以为他真的不开心，然后才打我。哎，你刚那被打那个脸超好笑的。然后他就问小你现在有什么看法？啊？来，我们请西西进来，西西，欢迎西西。Hello， 大家好。西西很强哎，对，他很专业，一开始很专业，但是。到后面，西西自己也应该觉得莫名其妙。来，西西请坐。陈哥好。西西请坐。我坐这里。这边吗？上面。你裙子会不会太短？我也觉得有一点。而且你跳舞跳的还蛮硬的。因为乱跳。他跳舞也不会很奇怪。可是他配合度很高哎，我们讲什么还是讲什么。是不是？嗯，厉害。而且很自然哎。而且刚打那一巴掌是有情绪在里面的。我打的时候手还有点抖，你知道吗？因为我真的很怕被他粉丝攻击。我被打的时候就是黑人问号。